牌子的奥迪奥，学会开放平台开发，躺着就把钱挣了。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一起写了一个生肖计算的一个小应用，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将要一起提交一下这个应用，把它提交给百度应用开放平台以及其他开放平台。那么这节课的内容非常简单，我们一起演示一下就可以。首先我们要到百度应用平台啊，地址就是 deveilopr.baidu.com。 首先登录，然后我们一起创建一个应用 Web 应用，生肖计算器。当然托管到 BA 应用这一个我这里不选了，现在它单击不了，那我修改一个吧。管理，因为我的资源用完了，所以只能重新修改一个。当然，如果你资源用完的情况下，可以再发邮件给百度，再申请资源。生肖计算器。生肖计算器，然后我们的选工具，这里可以选实用，可以选娱乐，当然如果能选其他的就不要选娱乐的，因为娱乐的计费是15元每一万次，而其他的是30元。那么应用简介要写60到200字，啊，你可以根据你的应用来写一下你的应用干什么的，有什么功能等等。当然，这里我就不写了，我随便找一段关于生肖的生肖百科，那么就第一段就行。生肖也称属相，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一些民族用来代表年份和人的出生年的12种动物。那么复制一下，没问题。然后操作说明，如果你是游戏，那这里就必须要添上你设置的快捷键都有什么功能，比如说往前走、往后走、往左走、往右走啊，或者跳跃啊、射击等等等等，只要你游戏里涉及到快捷键你都要写在这里，不然一些玩家不知道你这游戏是怎么操作的。然后应用介绍，那么应用介绍我们有两种做法，一是自己写，那写下功能，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把应用简介给它复制过来。那么这是一种做法，但我这里为了加快节奏，那我就直接复制过来了，你最好自己写一下，
保存下一步。然后接入类型我们这里已经选不了了，因为一开始我们已经选了创建应用的时候。然后监控文件的部署地址，这个是哪一个？我在新标签打开一个管理中心，那我先设置一下，你看我们的代码现在在本机环境，那外网的用户是无法访问到的。那这里我们就需要把代码提交给服务器，当然你有你自己服务器，你用 FTP 或者其他方式传到你服务器上，然后用个 URL 连接去访问应用，只要能访问到就可以，最后我们提交个 URL。 当然如果你申请了百度 BAE， 就是他给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就需要把代码上传到百度 BAE 上。那么上传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代码包上传，那么这种方式你要把你的所有代码及图片资源等压缩成一个压缩包然后上传。那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管理，你看这里有包上传更新，我们可以试一个，这里可以选择文件，那么我们选择一个文件，我把我的生肖的给压缩一下，找一找生肖这一个，那么我把它全压缩，然后浏览它，三 W 目录，然后找生肖这个压缩包上传。那么这是一种上传方式，当然这是百度最早期的一个上传方式。那上传成功它再发布，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来十二生肖查询，啊，我可以输入不让处理，来，没有问题了。当然，我的网络现在是不是很好？请输入正确的年份。这都没问题。然后这是一种上传方式，还有一种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个版本控制，用 SVN 上传，当然也推荐这种上传方式。那么这是 SVN 的地址，我们需要点击复制。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版本，就从这新建一个文件夹，那是MyAPP 我的应用，然后点右键，那这是 SVN， 当然 SVN 的软件你需要安装，你可以从网上找一下 SVN 最新版的或者汉化版的，那我这是英文版的，其实操作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先点击 check out 检测，然后这个地址你就不用输了，你复制上之后它会自动你填入，那这是我们本地的路径，然后 OK。 当然我这个以前使用过并且让它记录密码了，如果你第一次使用它会弹出一个登录框让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你输入你百度开发者的账号和密码就可以。当然我们要注意一点，注册开发者账号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中文，因为 SVN 它不支持中文用户名登录。如果你已经注册好了，也使用了中文，我们怎么解决？你可以把你的开发者账号绑定一个手机，然后用手机号登录，当然也可以用邮件来登录。比如说首页账号管理，这里有一些信息，你可以设置有一些信息，有个身份信息，里边就是绑定手机的身份信息，就是绑定手机的。那么我们回来，那检测出来了，那么里边有两个文件夹，那这是我们可见的，其实有三个，还有一个隐藏的，那隐藏的我们不用管。那么两个文件夹分别是0和1，这里对应的是你平台上创建的版本0和1。当然如果你是新的用户，你需要手工创建版本，从0到19之间，那一般你按照顺序创建就行了，0 1 2 3，当然也可以删除版本。然后我们需要把代码放到哪里？一般如果你想使用哪个版本，就把代码放那。比如说我第一个，那当然这里我写了一些小的东西，那么我们不管它，我们找到我的应用，生效。这次不需要代码包了，就是这一个复制。当然这里有东西我区分一下，我建一个文件夹，生效，然后粘贴。大家看到它出现一个问号，那么告诉你说这个文件夹服务器上是没有的，我们需要添加一下 add 单击 OK。 然后我们还需要提交 SVN 这一个提交 OK。 提交，这时候我们在服务端已经有了这个代码了，那我们查看一下，那这是我原来写的，我的下面的生效，这没有问题了。但通常我们也这样区分应用，比如说我们一个 BAE 它的空间是 10G， 而我这个代码那么连一兆都到不了，那么浪费了很大的空间，所以我把每个应用做成一个文件夹，然后访问这个应用的时候就通过百度分配给你的2G域名，然后加上文件夹名来区分应用，那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们提交应用的时候就是提交这个地址，这个 URL， 那么看一下正确吗？这是没问题的，没问题。那么看到了这里有个上线版本，如果你预览之前，你看一下这里有个零点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地址，那这就是预览的，那现在是你自己可以看，可以预览，可以访问，但是我们要上线的时候必须让它选动这个，是我们可以下线此版本，然后再做一遍。现在是预览的，你可以看到1.app.home 什么，然后我们让它上线，它预览就变成查看，查看，
这个一点就没了。当然我们是要这个地址把它复制下来，然后提交应用。那么大家看一下监控文件的部署地址，那么监控文件，因为这是我原来我模拟提交的一个，那么监控文件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个版本然后生肖下边就是这一个16字节大小，我们说过，那么只需要把它告诉百度就可以了，啊，把它删掉。那首先是我们应用的 URL， 然后监控文件的名字 monitor.html， 没有问题。然后报警手机短信，报警手机号码，这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是一旦你应用出现访问不了的时候，百度会发给你一个短信。啊，内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哪个应用已经访问不了了，哎，马上处理一下。那这个填你自己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然后下一个，搜索结果页加载地址，那么这个同样我们只需要填入这个就行了，生效。那么什么是搜索结果页？那这里就是搜索结果，搜索结果用户投入通过百度的搜索框搜索出来的应用就是搜索结果。那么这里的宽度那是固定的，我跟大家说了是540，那百度就给你留了这么大。那么我们说应用的初始高度，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添，那你估计一下你的应用大概有多高。当然我们加了自适应高度的代码，那这里可以填的小一点，比如说就填一，然后宽度是改不了的。个性网址，那么这一个个性网址是你自己起的一个二级域名，比如说我这里就是生肖，那么如果有人用了那以为占用，那么我随便起一个，因为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用它的。计算，那这是没问题的。然后应用的独立页加载地址，那么独立页的加载地址在哪里？我们看一下，那这个就是独立页，在应用中心它打开的就是一个独立页。那么这个页面的宽度可以是800像素，就这么宽，那也可以是全屏，那我们这有选项，那800像素全屏，那根据你的需要，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用800像素，很少用全屏，除非很特殊的应用。然后这个高度是一样的，但是我这里就偷工减料了，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540宽度的提交给他，让他也加载这一个。当然你可以做两个页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他这个也是540宽度的，只是说他给居中了加个背景颜色，也是540宽度的。 OK， 这里的高度初始高度我们填个一，我一会儿修改了就可以保存并下一步。然后这里啊，对接的图片啊，这里我们必须填的就是前两个，一个是64×64像素的，一个16×16像素的，然后下面的可以选填，当然你想做的更好一点，那么你就填上。
它是应用介绍的啊，这个 SUN 图标，这个是显示在你应用的标题前边的，那 logo 图标，那这个就更简单了，那这就是，那么64×64的，当然圆角效果你不用管，百度会自动给你处理。那么生肖我们需要两个64×64，16×16。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处理一下，那你可以自己专门设计一个，那当然这里我就不设计了，我找一个漂亮的属性图标就可以了。那比如说用这一个吧，当然你可以用画图来编辑，这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我直接改变一下图像大小，64×64，那这是偷工减料的意思啊。完了，储存为我放到桌面，JPG。然后上传64×64的桌面，然后还有一个16×16的，那么这个就更简单了，图像大小16×16，储存。好，然后上传，那么这个两个就做好了。然后应用封面页8450，那应用介绍图，啊，这些我们要做的时候可以挨个上传。当然，有的时候你不好找图片怎么办？那么我们又不会做图，那么我们就这搜一下生肖，比如说这也是个猴。看看它有多大，哎，好像挺好，另存为桌面保存。当然，我们如果自己能做漂亮的，尽量自己做。打开方式，看看它的图像大小，那么646，那么约束比例，那么它要一个800像素的。然后我们剪一个样式，固定大小，宽度8450。那么看一下，新建。好像没剪够，我们让它缩小一下，缩小，然后这样再调整。新建84450，粘贴，然后把它储存为桌面。JPG，那么同样用零点，因为我们只要提交上去，它就没有用了。然后上传84450，然后480360，那么这里是个应用介绍图，那么这里头怎么办？这应用介绍肯定和你应用相关的，你不能再乱找图了。我们怎么办？从这里截张图，然后我看看装没装截图软件。这里有一个，
然后截图。那么它要求是480360，那么我们做一个，然后图像尺寸，哎，卡着了，尺寸。480315尺寸，当然可以有些拉伸，360完成。我看存到哪儿去了，一盘截图。一盘屏幕截图，那就这个，我们把它上传上去。一盘屏幕截图上传上来，那么这一张，那么下面还有三张，那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做一张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三张大家自己做一下，然后再保存应用并去提交。那么看这里到最后一步了，那现在我们是提交不了的，我们怎么先要预览，没有问题。那么这里大家就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用自适应高度啊，一开始上来下去，当然现在我的应用有问题，什么问题啊？下面这里高度太高，那产生了空白，这样是审核通过不了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或者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首先我们在提交应用的时候，那初始高度只设置了一像素，那肯定不是这里，那么就是代码里有一个初始高度，我们到代码里看一下。那这里有个设置一个初始高度，那么就是它太高了，100。我们说过它的初始高度一定不能大于页面的高度，然后把它提交。啊，这里因为文件已经有了，所以说就不用添加了，不用 add。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哎，这回就没问题了，哎，高度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又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啊？页面的抖动太强烈了，抖动太强烈了。你看一开始没有，慢慢的找，那这里怎么办？这里就是因为我们应用设置的初始高度太低，如果改成100，大家再看一下效果。预览，哎，这是从一大半开始的，要比刚才的好多了。那么我们再设置一下，两边都改一下。那么这个设置的越接近越好，不要大于，越接近越好。当然我们代码里也应该改一下。那么再从代码里150，当然我们就测试这么多，再提交一次，最后的你的尺寸你自己详细调整一下。那么预览，哎，这回好得多了，就一点儿，那这样页面的抖动效果不强，抖动效果不强。
没问题。然后我们点提交。OK， 这就等待审核人员的审核。当然，审核之后，你的应用有两个去向，啊，一个就是做的非常好，大搜索也给展示。那我们撤销。那么这个是百度开放平台的提交，那么我们还可以提交给其他平台，比如说我们提交给360dev.app.360.com， 那么账号已经登录了。那么我们一样，它和百度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声优计算器，然后分类，我们选一个实用工具，计算器，然后应用介绍。那么这里很简单，你和百度写的一样就可以了嘛。比如说我这个应用在基本信息里，应用介绍，复制粘贴啊，版本不用管，下一步。然后这里也是网页的 URL， 哪一个？就是这一个，复制。粘贴，然后这个不用贴，然后应用窗口的大小，那么这里注意一下，这里我们540的宽度要贴542。啊，这个大家记住就行，然后高度。那么这里我们又要试一下了，比如说我们试一个200，然后 logo 图片，那么它要求的是72×72的 PNG 格式的，那这里我们怎么办？那首先要下载它的 PSD 的一个模板，是吧？也是 Photoshop 一个模板。那么它这个圆角要求我们自己做，就是给提供了这个模板。我们做一下，那么这个我已经下好了，大家做的时候可以自己下。我打开我的电脑，72的 PSD， 它同时提供了两款啊，还有个64和64的，那我们用不着啊。这个我们怎么做？那我们拿这个图标做一个，让它后退一步。当然这里是不行的，因为这个背景是透明的，那我们需要给透背景加个颜色。那么这个也很简单啊，你随便选个颜色，别让它透明了，给它放大一点，好点。因为透明之后看不出圆角的效果了。好了，然后图像我们调整图像大小，这是64×64，我们直接改成72×72，然后全选 Ctrl A， 然后复制 Ctrl C， 然后打开蒙版Ctrl V， 看一下圆角效果就出来了。如果你是透明的，这个圆角是显示不出来的。当然我这张图片啊，是吧，有点不合适，那么你可以自己做一下，我只是一个样子，储存为，那么这一个一定要储存成 PNG 格式的。我的应用，我上传，它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上传一个，那其他的自动给我们缩放好了。
然后这一个我们先随便上传一个，因为我们还要改动的应用截图。那么这个就是三张图，我们要截一下，它的尺寸是不超过480/360，那么电脑又卡了。那么我们随便截几张，一张尺寸自定义480/360，那一张，然后我们换个年份，然后再截一张，这个截图软件不是很好用啊。好，我们就这样吧。然后我们上传，截图三张，一盘屏幕截图480/360。当然，我那个截图软件刚才已经挂掉了。那么我随便上传三张。当你上传应用的时候，就是截三个不同的图，这样就没问题了。那我这里只是个演示，然后我预览应用。那为什么这个先不上传？因为这个高度我们需要调整。来看一下1980显示不全，而且还有一个悲剧的事，我关不掉了，是吧？1024768的尺寸是看不见这面的一个叉号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只有一个方法，刷新。当然，你上传的东西都白填了 ，URL 没了。那么我们。Ctrl A, Ctrl C, 怎么办？那么看一下，我们就需要保存一下542。那刚才我填个300，桌面随便上传两个，上传截图。截图，那么这里没有保存按钮，怎么办？点提交。那到这里就是保存成功，然后重新编辑，那这样就保存了。当然360的它又卡了，我们可以换一个啊，换个火狐浏览器。用谷歌提交360的时候，反正我这是经常的卡。登录一下，
管理中心，修改应用，我们预览一下，1983查询，哎，这个高一点，但是还是有一点问题。你看，我们初始没设置高度的时候，它下面这条线，它要低要这么高，然后我们输入之后显示图片的时候又撑大了一点，那么360，那么这一点不好，不像百度，它这个有自适应窗口。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就是从代码给它设定一个高度，给它设定一个高度。当然你实现起来也很简单了啊，只要在样式表里加一个高度就可以了。是吧，这里高点我贴280。大家看一下，我这里高度变化的时候，它下面的这个值也是在变化的。看一下。280，啊，就是这么一个变化。那么你正常应用的大小如果是260，那么你这里添的窗口大小就要加上27，因为这个窗口它有个标题栏等等等，它占27像素。那么大家记住这一点，预览，那这回差不多。当然，我这里就不改代码了，大家可以试一下，自己去定义好高度。就说应用最好做成定高的，不要用自适应高度。包括百度也一样啊，能定高就定高，然后提交，完了再提交审核。完了，返回我的应用，那么它的状态就是待审核，那我撤销。当然，我这里有很多应用。那么这就是360的一个提交的流程。当然，360的提交要比百度的要简单一些，是吧？因为它没有监控代码。那么好了，我们这一节课就到这里。那么下一节课我们会继续开发一个应用，那么会多用到一些知识，比如说这节课我们没用到的数据库知识，那么下节课我们就会使用。在使用百度 BAE 开发数据库的时候，它的操作是完全一样的，数据库的增删改查，那是和我们单机环境是一样的，只有数据库连接的那一点点是稍有区别的。那好，那下节课我们继续。那谢谢大家。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再学 PAP。 生当作人杰，死亦学 PAP。垂死病重惊坐起，今天还要学 PRP。 少壮不学 PRP， 老大徒伤悲。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学 PHP。 春眠不觉晓，处处学 PHP。 在听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学吸收 PHP。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学 PHP。